我是小布丁，我是子哥。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在什么重要场合吗？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台湾运彩经销商表扬大会哦，意思说全台湾生意最好最旺的经销商的老板呢，都会聚集到这里来哦。哇，真的是非常不得了哎！大家知道去年2018年呢，我们所有投注站的金额高达多少吗？436亿哦，436亿，真是天文数字啊！所以呢，台湾运彩今天要颁发10个奖项来表扬这些经销商们。好，因为我自己哦也非常想要了解一下，到底怎么样的经营才可以这么的业绩长虹。其实我们家一开始是一个传统古早的干妈店，因为有一个年轻人突然跑来跟我爸妈讲说，哎，你们大概营业时间是几点啊？我爸妈跟他说，哦，我们大概都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。那既然你们都营运时间这么长，那你们有没有兴趣就是一起经营就是台湾彩券？因缘之下，我们就是跟那个年轻人合作。其实我大哥是那个跆拳道的国手，刚好抽中了台湾运彩的签。对，所以我们家又刚好，结合了杂货店，然后台彩、刮刮乐跟运彩四种复合式经营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吸引客人的方式是在于，是因为我们家刚好有卖杂货，所以很多人在投注运彩的时候，他可能要刚好可能需要他买饮料，或者是说他也要买烟，或是买一些零食，所以他可能在投注运彩的时候，他可能非常的方便。那业绩蒸蒸日上的原因，我相信应该是跟网络行销比较有关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台湾运彩有非常的一个优势，是说它有推广虚拟投注，所以它可以结合很多通路来拓展行销业绩。例如说，我们可能跟一些体育用品店跟他说，我们跟他摆一个租一个位置，那摆一些网络申请单，然后请他帮我们推广虚拟运彩。那可能这间体育用品店它不一定在永和地区，可是它可以帮我们招揽到其他地区的客户。对，最主要是这样。哇，布丁，访问完这么多运彩经销商，现在才是重头戏的开始哦。没错，因为要颁奖啦，这等于是荣耀时刻啊。但是有点难哭。都是的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就没有我们两个了。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们两个今天其实也是配角，主角是他们才对。是的，我们重点才是经销商们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荣耀时刻吧。运彩总经理林伯泰也在大会中致辞提到，我们有了436亿的销售金额，它是呢创了5年来的新高纪录。我们第4年是331亿，那第5年是436亿，我们多了105亿，那成长了32%。高兴的同时我们非常满满的感谢之意，所以呢我们也扩大了举办这一次的肌肉经销商表扬大会。我们以往年都只有办一场在台北，这一次呢我们扩大中部高雄，我们也各办再加办2场然后我们参加的经销商呢也从63位呢扩增到324位那我们呢就是集众人之力，那我们也深深的来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意。哇，布丁，今天场子真的好热闹哦！真的，一般来讲我们都只知道要拿钱去买运彩而已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妹妹嘎嘎哎！听这么多，我也觉得收获很多。没错，那此时此刻呢，也差不多要 ending 了，来让我们说一些感性的话吧。那我先，好，来。希望大家呢今年持续买运彩，然后支持我们台湾体育，关心我们台湾体育，尽一份心力。祝大家恭喜发财，顺心顺利。换我了是不是？好的，没问题。2019来运动，买运彩，祝体育过好年。我怎么就很熟悉？你偷我们的台词吗？这个就很应景嘛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，那今天活动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好，我们赶快去买运彩吧，拜拜。拜拜。